Hello. Hi, 毛孟靜耀. Can we have the quorum, please? I now declare the meeting adjourned. 今天早上，因為點算法定人數是人數不足而導致流會的，我在此要強調，開會是每一位議員的職責，亦都是受到公眾的 監督的，我們希望再不要發生流會的事件。